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我们在这个警告请勿玩火的这个预览画面中啊，让我们进行这一款小游戏，也是上个月刚出的，它叫一个明日企业，带给我们 Little Inferno。 小炼狱还是小地狱呢？因为 Inferno 有大火的意思，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来进行一下吧。好，我们开始一个新游戏，是一个小烟囱。它下面指示是只要按住任何地方就可以点燃火焰了。因为它好像也是 iOS 系统上有的，所以有这个触屏的这样一种游戏方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哎，真的可以点出一个火，但是背景里面这个东西一直闭着眼睛还烧不掉。来，我们先把这个指头烧掉它。做得蛮好的，而且还可以，瞬间就化成灰了。这是什么小砖块吗？也烧一下。哦，下面出现了一封信件，我们来看一下。恭喜你啊，这个大妈是谁？欢迎你合法购买了你崭新的小炼狱这个娱乐壁炉啊。我们富有爱意的啊，打造出了每一个小小的壁炉来温暖你的家。和你的心，可要好好的保暖哦。为爱你的南希小姐，明日企业啊。然后这个好像就要烧掉了，每次收到来信都要把它，哎，这种，哦，2块钱吗？这是，这是什么？哎，它是这个，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是会有各种条款啊这种东西吗？但是这边不能看啊，只能拿出来烧了。哎，上面好像还有很多，哎，没看清，有很多被涂黑掉的地方，有点像那个保密文字。好，一封新的信件。哎呀，你已经把你能烧的东西通通烧光了吗？没关系的，你总是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可用你崭新的商品目录。爱你的南希小姐啊，得到一个小目录。好，哎，真的有很多东西能烧。这是什么？小炼狱收藏版的这个海报。哎，这个是什么？烤玉米。哎，我们好像只剩7块钱，好吧，我们先烧一点东西吧。哎，还挺快的。这个好像就是后面这个，哎，我想把东西放一起烧会比较爽一点感觉。哎，这个有5个、哦、来放一下。哎，扔一下。好，烧。哦，哎，这是爆米花，真的有爆米花，好爽，有一种满足了每个人内心的纵火狂。哎，这是什么？小蜘蛛。哎，也有钱，哈哈哈哈。烧东西为什么会有钱？哎，我们有22块钱了。增多了，一个个往后买吧。小闹钟，别人的信用卡。为什么要烧别人的信用卡？坏掉的磁铁。哎，啊，又没钱了。没关系，一个个来。闹钟。哎，为什么点燃了之后它会动？哎，别人的信用卡，烧一下。哦，好多好多钱。哎，不能点。哎，这是什么？一个有阳光的，应该就是他们这个明日企业的这个东西啊。来，我们把这个磁铁也拿过来烧一下。磁铁坏了的磁铁没办法吸东西，很不爽。哦，你做的真不错，但是别担心，你的小炼狱可不像其他的游戏那样哦，完全没有分数啊。 score 和 points 都是分数吗？没有计时，只要点燃一小团火，然后在你高分辨率的娱乐产品当中好好的保暖就可以了。但是这可不能做到永远哦，一定会有个结束的，保好保暖吧，南希小姐。烧了。哎，又有一封信。你好吗？哎，小萝莉。外面有人吗？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想告诉你，外面好冷哦。我一个人蜷缩在我的小炼狱娱乐火炉前了。我可以在这里待到永远呢。
就好像巴丁呀巴丁呀巴啊，对吧？巴丁呀巴丁呀巴，嗯，爱你的这是什么 ？Plumps， 我记得啊，不管了，就叫他糖胖胖吧。好像还有一个亲嘴的声音，这是送给你的哦。不、哦，别人的照片，老人的照，我可以看吗？不行啊，都要烧掉了。来来来，赚一点钱。嗯，后面是什么？睡着的这个黑豆。嗯，电池。哎，这是普通的砖块。这个呢 ？Antique torch， 这是一个什么火炬啊？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耶。好，嗯，睡着的这个小人偶。哎，很孤独的感觉。电池，哎，电池还挺小的，我看它那样子挺大的，还以为可以怎么样的。哦呦呦，爆炸了。好，砖，哦，砖块好大。嗯，烧灰炉。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来，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砖块好像比较难烧。哎，这个真的可以喷火。哎，哎，烧一下，烧一下，烧一下。哎，已经变成凉拌。来，我们来买点东西。这是什么？木头自行车，玩具海盗。为什么它会动啊？明明是玩具，别人的全家福。看的时间越久，看上去就越熟悉。这个难道真的是别人的吗？不管了，感觉有点阴谋论的样子哦。好，一封信。嗨，又是我。闻上去有东西烧焦喽。你也有一个小炼狱壁炉吗？看起来现在大家都有呢。我认识的人全都有，我不认识的人也都有哦。烧东西很开心的，但是你要小心哦。嗯，说明手册上说，有比火焰更危险的东西。哪里有说明手册？但是我把它们烧了，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你最新的朋友，糖胖胖，哇，烧了。来，三样东西。嗯，自行车。哎，哎呦，哎，这是什么？自行车和海盗的 combo， 这两个放在一起烧会有什么特别效果吗？先把这个东西烧了再说。哎，这边，哦，这边就有一个 combo 系统，然后找到了这个组合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邮票啊，代驾券之类的东西吧。然后别人的东西的组合，哎，这边是两样东西啊，我们好像已经有了别人的照片、全家福和别人的这个信用卡。然后又是我，哈哈，我已经把我的东西全都烧掉了，你可以寄一点东西给我吗？我好想要更多的萤火虫。把一罐萤火虫放在这边信封里面，谢谢。哎，这个好像我们不能把这个给烧掉，那我们就姑且买一个吧，一罐萤火虫。然后这是什么？种子，10块钱正好。哎，请先把你的东西处理掉之后才能买更多的啊。满了已经，下面只有四个格子。我们先把这个别人的全家，别人的，哎，真的拿到了。好，哎，真的可以获得这个东西啊。萤火虫，我们自己先不杀，把它弄过来吧，寄出去。好，再来买些什么呢？刚刚这个没有买到的，然后还有呢，我的照片，这是照片。哎，哎，哎，这个下面真的是我自己的照片？为什么它会有我的照片了？啊，我们先收个小猫的好了。嗯，蜘蛛卵。哎，这是什么？啊，绝对是被那个回收回来的玩具哦。要找到更多的 combo 才可以解锁它。嗯，第三个是春天组合，第四个是世代组合，第五个是 Lenders 借钱的组合，第六个是电影业的组合。电影业应该是，我们想想看，应该有爆米花吧？还有什么呢？哦，我们现在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有一个爆米花和一个电影会是什么呢？
哦，电视机，电视机和爆米花应该就是了。好，我们先把手头的这些东西给烧掉。嗯，种子，哎，这个是葵花籽吗？还有什么？北京的，哎，北京的这个小蜘蛛烧的也行。哇、哦、哇，好多蜘蛛啊！烧死你们，烧死你们 ！Kill it with fire！ 烧烧烧烧烧！哎，又有信了。谢谢你，我有新的萤火虫了。每一个都好像一个小小的愿望，我把它们放飞了，想知道它们会到哪里去，但是它们全都烧死了。我们知道它们不可能活着永远的。对了，我也有东西给你哦，附在邮件里，只要把信翻过来，翻过来，再翻一下。好，是这里，是什么？哎，纸做的心。什么？小炼狱有很多小秘密，我找到了一个哦，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你的。那可就剧透咯，但是真的很棒耶。好，我画一个东西在这里，这是什么？闹钟和这个花吗？好像就是刚刚那个种子哦。然后告诉你，绝对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烧哦，哈哈哈。嘘，还有更多更多的组合呢。爱你的唐胖胖。哎，我们把这个小花和这个闹钟放一起烧烧它。我们先把这个纸心和这个东西烧了。对了，我们再去把那个电影院的电视机和这个玉米，因为玉米可以做出这个，哎，这是什么？哦，就是时间，如果哎，这个很像，真的很像那种就是 iOS 上面的那种付费游戏啊。不知道它的 iOS 版本是不是有这种买这个的功能啊？不管，我们先来烧这两个。哎，原来这个就是春天到的这个组合啊。它这个碳就是指时间，不是指那个春天啊。啊，好吧，这个还要花点时间。我们不管，先看看其他的。萤火虫前面我们送掉了，我们自己来弄一下。哎，对了，这个我们啊、一定要把上一个目录里的东西通通买过之后才可以。嗯，对了，我们之前买到了这里，但因为他买东西好像能赚钱，我们姑且买点其他东西好了。这个是玉米，要等到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好了才可以。我们先把萤火虫烧烧看。哎，真的有一种这样一种感觉。烧一下。哎，破了！你们也要死，你们也要死，你们也要死！哎，就烧化在空中。好，破了！呀儿，还贼呀！嗯，又穷了。好，电视机，横过来。哎，为什么是监控画面的样子？然后玉米，这是正确的组合。哎，真的，电影院。嗯，好，有钱了。40块钱，好，这是什么？庆祝巴士。哎，这个又没钱，这是什么？这是空空的银行。啊，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给出这个 pretend loan 了。哎，这个是借钱的话，应该就是这个喽。我们有一个什么借钱的组合？借钱的组合应该就是信用卡和这个东西了。但是我们现在钱比较少，没办法。啊，买个自行车烧一下，好像真的有点花时间，把电视机砸一下，砸一下，嗯，啊，这是信用卡，很快的，我们姑且把，哎，也只要7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哦，对，那个我们根本没有买到的，我们要去买银行，好，哎，原来这个也要钱的，要75块钱，啊，好贵，我们先把这个校车给烧了。还真的有彩酱，哎呀，校车啊，还真是实证性很强的一个话题。嗯，哎，又有一封信，哦，这个速报天气预报，这个背景音乐有点悲伤的感觉，又会很冷的一天哦，伙伴们，雪已经下得越来越快，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冷。那可不能一直永远这么下去啊，嘿嘿。嗯，
可一定要燃起一堆小小的火焰，在房间里面好好的保暖哦，同志们。嘿嘿嘿，啊，从天气预报，在这个一堆堆烟雾的上方，城市的上空，天气预报员向你播报，烧了。好，这个是银行，然后这个是借钱组合，熬夜。哎，这个好像上面写了一百块，虽然我们是不能用这种纸币的啦，所以只能烧烧看了。好像银行飞出来的钱比较多，100块，我们可以买这个了吗？还是之前买的债？哦，这是什么？小浣熊的娃娃，这个呢？啊，蒸汽加热器，这个呢？这个是松鼠和口哨，来，我们再买一个5块钱。好，小浣熊摇一摇，摇一摇，哎，只剩头了耶！哎呀，还真的挺脆弱的。这个会有这个吹风的效果吗？没有，不管了，烧掉就可以了。哎，嘘嘘声。好，这封是什么？哦，南希小姐的。你已经找到我的第二本目录了，你知道吗？你的小炼狱有一个免费的教程视频哦，爱你的南希小姐。哎，真的有。Hey kids, hey, do you like toys? Yeah. 你喜欢玩具吗？ Know what's more fun than playing with toys? Setting them on fire. With your new Little Inferno Entertainment Fireplace. Yeah. It's Little Inferno. It's Little Inferno just for me. I've got the fireplace that burns at 100 billion degrees. It's Little Inferno just for me. I've got the old toys. And I've got this box of memories. We'll shove them in the fire and breathe in the flaming potpourri. It's Little Inferno just for me. When I thought playing with fire was dangerous. Well, you're right. But up out of your chimney, way up in the sky, it's been snowing for years, and we just don't know why. Our world is getting colder. But there's no need for alarm. Just sit by your fire, burn all of your toys, and stay warm.只要把你的玩具通通烧掉，保暖就可以了。有种阴谋论的感觉，真是治愈啊！小任务，对，不要把小孩子也烧掉嘛！你们这个宣传动画还真是啊，不让人好受。杀了你！没有毒的信啊，不行，要读完才可以。小炼狱壁炉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游戏了，尽管有的时候完全不懂为什么耶，买东西烧掉，既然会给你比一开始更多的钱哦，哈哈，我最喜欢免费的东西了，那可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呢？啊，真希望他们有一个小炼狱的免费 update 啊，最好有粉红色的柴火哦。爱你的，啊，没有爱你的，唐胖胖。嘘，背景里的那个东西看上去像一张脸，其实不是哦，就是你啊。但是他能看到你哦。啊，烧了，烧了，烧了。啊，我们有钱了，再买点新东西吧。啊，脆脆的灯泡，这是什么？啊，新交的兔子，可以看到黑暗内心。这是什么？最好的朋友，鸦片，全球都被禁止，但是在这里可很安全，信号哦。好，哎，小蜘蛛烧了你。我们可是灭虫能手，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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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兔子，不要在那边这样。哎，好了，
小鸦片，粉红色的小鸦片，哦，冒出了好多笑脸的这个东西，哎，这个呢，熊熊，喜欢拥抱的熊熊，这个是游轮吗？啊，这是什么呢？金，有没钱了？哎，这东西还会冒出这个爱心，好萌哦。好，接下去会有什么呢？对了，我们等下也看一下那个组合吧。蜘蛛，好讨厌。游轮，哦，真的在郊游啊！但是这个游好像纯粹只是背景而已。嘿，爆炸了！积木，这是什么？嘿，猜猜看，我在给你做东西哦，因为你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尽管你从来不回我的信，我有寄你东西啊。对啊，但是你是先寄东西给我的人哦。嗯，你要寄给我的东西是红色的，很漂亮，有很长看不见的手臂，哈哈，才不是爱啦，是磁铁哦。我要个磁铁，买个磁铁给你。哎，再买个东西吧。哦，这是什么？哎啊，有不够。哎，好像可以增加，要30块钱才可以增加一个。嗯，磁铁，我们先把磁铁给寄了，寄出去。哎，好像也可以寄其他东西过去，会怎么样？不管了，以后再试吧。我们第一次就做个非常乖的好孩子吧，要和这个小萝莉打好关系哦。这个是喷火龙的娃娃。这个呢，不开心的小精灵的娃娃。这个精灵是指就是给圣诞老人打工的那些小精灵。这个会弹出来蛇的东西吧，烧一下。哎，这是蜘蛛。好，有一封信。谢谢你的磁铁。我知道有很特别的地方哦，你发现了吗？什么？别担心，我还是在给你做东西的。我很拖延哦，但是呢，现在你就先拿这个吧。坏掉的温度计，好像就是那个广告里面出现。哎呦，一下子就爆炸了。喷火龙，哎，这么会喷？哎呦呦呦呦！我们不经意间试出来一个组合了 ，dynamite， 因为炸弹是 dynamite 嘛，然后这个喷火龙呢和这个炸弹的小精灵，好恐怖分子啊！然后我们顺便来刷一下这个，哎，我们世代 generations， 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这是航海员的组合，这是搭建积木的。砖块啊，这应该就是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积木，然后加上砖块了。然后喷火者，喷火者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小火龙是喷火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积木和一开始的是啊，这个是文字字母，这个是砖头。然后航海的应该就是这个海盗咯，再加上哎，对，游轮。好，四个东西买好。世代的会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世代的是，哎，全家福应该是世代的吧？然后难道是我的照片吗？但是我的照片是自己选的，不行的。世代会是什么呢？世世代代下来的，难道对，这是海报而已。不管了，我们先来烧我们这边的东西吧。哎，对了，砖块和积木都很多的，可以一次多烧几个。好，火已经熄掉了，那索性我们把东西通通拿出来了。哎，好，我得了，果然两个都拿到了。哎呦，爆炸了，游轮是会爆炸的，因为烧得好旺啊。还有什么？这个是游鱼的眼睛。
时的照相机，这个是冰冷钢铁心啊，需要做这个经营的商业决定的人。这是什么？瓦尔基里，完好。当玩星际的时候，倪志生和同学们会把这个瓦尔基里啊、女武神啊，叫做这个瓦机啊，因为它是飞机嘛。我是还蛮慢的。还有什么呢？喷火的，火焰呼吸者。哎，不管了，先我们先把手头的东西烧掉就是。它本身也是，哎，这个真的可以吸收火焰哎。哎，真的是拍了一张照片吗？相机真的可以拍照片。瓦尔基里，音波攻击，还有这个秋叶为何而落，唱的可比那个胖虎好听多了啊。后面是什么呢？山姆大叔的暴涨，这是什么？幸运小精灵，这个是爱尔兰的小精灵，据说听到了会有好运的。8块钱，我们再去买便宜货吧。加热器，我们看一下火焰呼吸，难道会是我们这个抽火的这个冰冷钢铁心和那个恐龙一起吗？行吧，这个但是没有呼吸的成分。看看信。对了，我忘了还有想要告诉你的，你在吗？哎，怎么就没了了？烧一下。山姆大叔炮仗，把这个飞出去。哎，小心！哇哦，断手断脚。哈哈，我知道你在那里的。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你准备好让我告诉你什么事情了吗？真的准备好了吗？好，仔细听。哎呦，嘘，我是你的邻居哦。我觉得我被困在这里了，和你一样，你和我只有小小的一栋墙隔在我们之间。你的邻居唐胖胖还真的是住在隔壁啊，还敲门敲得怪响的啊。这是什么？小核弹。这是什么？咪咪噗噗，这不是拉屎的意思吗？好，最后是个小月亮，30块钱。我们把第一页的再买个东西。哎，我们看看这个，一定要把前一页的通通弄好才可以哦。再来看看有什么组合吧。看着你的组合，看着我的话，应该就是刚刚有一个照相机是有一个眼睛的，磁铁心脏，就是磁铁加那个冰冷钢铁心了。然后两个风扇，很差的牙，我们看一下两个风扇是什么？两个风扇是这个风扇和这个风扇吗？应该是了吧。然后冰冷钢铁心还可以和这个磁铁放在一起。好，我们等一下三个一起烧。要不要稍微快一点呢？稍微快一点嘛。灰烬，哎呦，这个猫，这是什么？真的那个噗噗是拉便便的意思吗？好多便便啦，比整个猫还大了。好，磁铁，然后这个风扇，把上冰冷钢铁心的风扇。哎，冰冷钢铁心这名字好脏。核弹烧一下，原子弹 nuke， 为什么会有倒计时？哎，好像还有慢动作，这个小火炉挺厉害的啊。我们要等这个弄好，我们顺便看一下还有什么时间炸弹，就是那个原子弹加上闹钟。我们先把小月亮买一下，60块钱的冰冷钢铁心和这个加热器，再加上这个磁铁心，三个一起烧，好像烧起来有点慢，因为它把这个热量全都吸走了。
点燃，拿到了。好，这是什么？嗯，天气速报。预报说，很厚的雪云从各个方向滚来，我们将要迎接很大的一个东西哦。同志们，好好保暖吧，嘿嘿。从天气气球在烟雾之上，城市上方天气预报员向你播报。好像和刚刚的配音又不同了，不管了。小蜘蛛，恨死你。那还有什么呢？他是说，嗯，牙齿很差。牙齿，哎，这个牙挺差的，再加上这个牙也挺差，应该是。看着我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其他东西都有眼睛啊，都有眼睛啊，应该会是什么呢？而且一开始那个世代我们也全都没有发现世代是什么，难道会是萤火虫？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先烧点东西啊。这个是牙组合，嗯，我们先等月亮出来吧。小月亮会是什么样呢？10哦，提前报了一秒，真是不好意思。哎，月亮本身不受重力影响，会把其他东西吸收过去哦。来，我们把这个两个牙很差的东西放出来。哎，它怎么没有降下来了？难道还要过一会儿吗？好，来了，来，一起烧掉。烂牙组合。那再烧点什么呢？我们买这个吧。哦，要100块啊，不是吧？好坑爹啊！我们先把手头这几个东西烧掉，看看有多少钱哈。月亮影响这个重力，把钱都飞到上面去了。月亮啊，你就不能烧得快一点吗？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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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钱，点不到钱，哎，钱。也只有71块而已。买个炸弹，再买那个闹钟，这是我们刚刚定时炸弹组合吧？应该没有错吧？哎，烧死你，小蜘蛛！再买点东西，这个是花，照片还是先不要看，有个人隐私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再买个电池好了。宅女号电池，我又不是宅女，但是我也喜欢电池。哎，一不小心，我们把这个组合里面的东西不小心先烧掉了。月亮已经烧掉了，好慢啦，这个原子弹。电池也会爆炸。如果到时定时炸弹不是这个原子弹，而是其他东西的话，不就出丑了吗？不管了，哎，我们100块了，但是钱好像有点，不管，我们先买了，都没钱买下来啊，10块钱的木勺子，好，原子弹，一起烧吧，好，真的是，来钱，哇，一个有40块，好多，买得起东西了，木头勺子，棉花糖，这是什么呢？干冰，还有呢？香肠，再加上鱼啊，又买。哎，我们这个真的不太够用哦。等下有30块，我们姑且先加一个这个吧。木头勺子，哎，棉花糖还是3个的。棉花糖会叫哎，好萌哦。干冰，香肠，哎，香肠结冰了，这个干冰好厉害啊。哦。你的小火炉让你暖暖的吗？你知道比小火苗更暖的是什么吗？拥抱哦。哎呀，我没气了。换一个免费拥抱的代价券哦。有一天你可能会用到它的。爱你的南希小姐，与你起业。拥抱券。我们花钱买一点，我有点想把这个留着嘛，因为好像你看拿上去也只能烧掉而已，但是留着好了。哦，这个是好像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河豚鱼吗？是
会鼓起来的。啊，又是身无分文了。还有什么新的？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火焰呼吸世代和这个看着你的组合一直都没有找到。下面还有什么？哈哈，猫咪 ，LOL， 猫和鱼啊、哦。然后这是熊在瓷器店，因为有一个言语是叫做哦。对了，我们这个东西还没有烧掉呢，对、啊，它冰起来了。先把它烧化，烤香肠。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啊？难道过期的香肠吗？是，不要这样啦，本来还很有食欲的呢。倒是你们快把钱给我，没钱了好吗？穷疯了。钱钱钱钱钱！现在的人都怎么了？啊，只想着钱。哎，猫，�猫很贵哎，35块。哇，不是吧？买不起猫哎。为什么？好、哦，这个就是瓷器了，还很易碎。瓷器那个熊我们买得起吗？好、哦，买得起。好，姑且先看。哎，我们已经集了33个邮票了，这个不方就用一用。哎，这个熊声音好那个，你不是很易碎吗？还真的很易碎。来，熊在这个瓷器店。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有一个言语是牛在瓷器店里面的话会把东西搞一团糟。然后好，38块钱有猫，有猫。姓是什么呢？你好呀邻居，你还在吗？你真的有很用心的在读我的信吧，对不对？你不是只是很快的读完了就把它们烧掉吧？有一天我可能会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哦，顺便我买了东西给你哦，准备好了吗？今天就到，从你的烟囱里面下来。哇，哎，这是窗帘吗？哎，烧不着啊。猫快出来，我等着你和鱼做。哎，这个也是漂浮啊，它是在水中。哎，好、哦、炸掉也可以啊，好像是因为有两个眼睛的缘故。你喜欢你的新窗帘吗？好漂亮哦，没有比好好装扮的家更好的东西了，不用担心，他们是防火的。爱你的唐胖胖。我也非得把你的信烧了才行，不然我没地方放东西啊，对不对？不是有意为之啊，小胖。嗯，这是什么？这个是啊，早餐用的这个谷物。降价寿司，哎呦，好多蚊子啊！看着就没有食欲的东西，真是。我们姑且把这个寿司先拿出来了。哎，很小嘛，我还以为会特别大点。哎，能把你们也都烧掉吗？我要烧死你们！哎，好像只能点啊，也可以烧，但是没有钱的样子。小蜘蛛，你先给我死掉吧。哦，谷物，哎，这个也可以变成这个爆米花，还有牙掉出来。嗯，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东西应该是和这个玉米放在一起是有 combo 的，但是我们这个已经快被烧死掉了，已经没有了吧？就算等一下这个玉米出来，估计也已经没有 combo 了。哎，有，赶上了，不错。嗯，我还是很有远见的嘛，把这个虫子也烧一下。哦，这虫子好像真的是可以变色，可以把这个火焰变成不同的颜色。接下来呢，汽水，未来汽水，玩具杀灭者扑杀，好像还是用汽油弹。哦，咖啡还抖着啊，因为说咖啡喝了太多咖啡中毒的话，平时就会抖来抖。哎，你也有嘴啊、哦、刚刚那个是什么？棉花糖是有嘴的。嗯，来，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组合。哈哈猫组合，啊，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笑的吗？难道是这个吗？但是他没有特别说是在笑、啊。嗯，有什么东西是欢笑的吗？没有。难道是你吗？你和小猫咪会是这样，但是我们钱不够买两样的。啊，还是先把这是什么？中年危机的抗美啤酒而已嘛，不要说的这么好听啊。
这个是汽水，哎，叠得高高的，喜欢烧一下汽水吧。会爆吗？会有曼妥斯吗？哎，真的爆了！嘿，好像它是专门用来扑杀玩具的。我们姑且和其他东西放一起烧吧，看他一个人。哎呦，刚放上去就被烧掉了。来，再来买下一个，这是什么？蛋蛋组合，这个呢？迷之调味料，迷之调味料。你倒是把钱给我呀！把钱吐出来，你这个混蛋！好劲烧啊！是因为他自己会放火的缘故吗？感觉能造火的东西都特别劲烧。哎，有一封信，我们先买下一个。蝗虫卵？不是吧？啊，好可怕！开始有个蜘蛛卵，感觉这俩应该也会是个组。哟哟，我看到一只虫哎！啊，嘎！嘿，你可以给我哇一个灭虫师吗？啊，就是刚刚那个吗？很贵哎。蛋蛋组合，哎，很容易碎啊。迷之调味料，一下就烧灭了，没有，完全没有调出味道来了。要加到什么食物里面才可以了？59，哎，我们先去买吧。是好人吗？20块钱，哎，这是什么？魔法蘑菇其实是一种毒品来着，应该是。蝗虫卵，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寄掉，寄走了。好，我们蜘蛛卵还很贵来着，15块。我们先把魔法蘑菇烧一下吧，烧烧烧烧烧，哎，变成很多，哎，全都变成小蘑菇了，增值了耶。啊，倒是把钱给我嘛！哎，小蜘蛛，烧一下，来点钱。没按到。好，蜘蛛卵，谢谢你，他的杀虫师好厉害哦！准备好了吗，杀虫师？我们去干那个虫虫。2、3，哈哈哈！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呀，打偏了耶！小虫虫。来呀，小虫虫，小伙伴，我们是朋友了，甜甜甜甜甜，他好爱我，哇，啊，他下了一个蛋，你拿去吧，虫虫伙伴，哎，虫怎么会下这种蛋？哎呦，这什么啊？克苏鲁吗？是，砸烂掉，哎，哎，真的是，原来是这种蠕虫啊。蠕虫怎么会下这种这么大的鸡蛋呢？来，蝗虫卵和蜘蛛卵，我就不信你们没组合。哎，真的有一个卵组合。哎，这个好像略有点不文雅。哎，我们这个蘑菇还在，还有这么多，挺厉害啊，增值挺快。烤面包机，哎，烤面包机好像也有这个，也有笑容。这是什么？超级果汁机4000啊！最后呢，烟雾报警器。只要如果它一直响的话，只要把电池拿出来就好了。来看一下 dinnerware， 餐具。哎，那应该就是这个瓷器和那个调羹勺子。我们买得起吗？啊，差1块钱。这边还有1块钱给我吗？快点啦，上午1块钱给我，缺点钱用。哎，有小蜘蛛吗？小蜘蛛，啊，哎，这个是，就是说明啊，是这个明日企业的小票票，比邮票好听多了。哎，面包机，我们先把这个给买下来。烤面包机，不，哎呦，跳的还挺高，啊啊，叫的好惨，好开心啊！真的挺喜欢烧东西的。迷之声小时候啊，曾经把家里的没有把整个家烧掉，总之把家里的这个家具啊，也不算家具啦，把谁都给烧坏了。这个真的是餐具组合。也真的是一直很喜欢烧东西。这个游戏还是挺能满足我内心的欲望。哎，这个是什么？
就是那个榨汁机吗？怎么有点像？为什么榨汁机里面附送的是这个松鼠玩具啦？而且好像还是啊，不是盒子的盒，还是玩具的盒。把你烧掉，烧死你，烧死你！你是情侣，烧死你！给你报警器。啊，这边要150块，真的很贵耶。嗯、啊，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其他的组合吧。哦，51块钱，好的。还有什么？致命的鱼，应该就是刚刚那个鱼喽。行行组合，行行组合会是什么呢？闹钟应该是的。然后还有什么？难道是烤面包机吗？因为烤面包机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会吃烤面包。下面这个是 ice coffee 啊，史劳克马根，史劳克马根 ice coffee。 下面这个呢，复活节兔子，这个是液体组合，还有三个东西。这个是被吓死的食物啊，难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烤面包机里面的有表情，然后这个棉花糖也有表情，还有一个有表情的是什么？忘记掉了呀。是这个谷物吗？姑且相信它是了。哎，但是我们没钱买烤面包机了，真是。哦，天气速报，预报说，啊，呼，烟好多啊，嘎嘎嘎，烟。预报是烟，然后有时有很严重的鼻涕，哈哈哈哈哈哈。烟囱里的烟和这个烟堆里的烟，视野所及的地方全都是啊，嘿嘿嘿。从天气气球上，混音播报啊，还是这个城市的上空天气预报员，打得你都快死了。哎，真的下哎。哦，烟雾报警器会降雨，真的会降雨，洒水嘛，因为会。但这样一来就烧不掉东西啦，怪不得我刚刚这么穷。啊，我们是要买什么来着？烤面包机要50块钱，快点给我钱啦，好穷啦。哎，蜘蛛，钱给我哦，90块，有钱了呀。我们姑且把那个闹钟也买一下，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应该会是。但是这边火太多了，放一起烧可能会有点问题。嗯，来，通通放一起吧。闹钟、棉花糖、谷物和，来一起烧。有一起出现吗？好像不是，好像这个谷物里面蹦出来不是有表情的这个食品。哎呀，失策了。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记得刚刚有看到过，于是调味料一下就破了，是，是什么呢？忘记掉了，难道会是在前夜吗？前夜都是这个玩具吗？我先看一下其他组合吧。复活节兔子，啊，对，我们先把这个 ice coffee 给拿出来。Panda Sun Panda Sun ice coffee 过来喽。干冰，干冰是哪里？这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Easter Bunny， 是这个蛋蛋和前面的小兔子。熊熊烈火燃烧着核心，这是什么歌词？一下给忘了。啊，干冰，干冰先放在当中，然后 coffee 快过来啦，来 ，coffee 放上去。哎，瞬间就坏掉了呀，这怎么行呢？那我不就拿不到组合了吗？那我不就拿不到组合了吗？要一起烧化掉才可以有组合啊！我恨你，再买一次，我就不信拿不到了。哼，干冰 ，ice coffee，coffee，coffee， 啊 ，coffee 还要40秒才可以啊。我们先把这个复活节兔子给拿出来吧。复活节蛋应该是巧克力蛋才对嘛。哦，拿到了。
这段时间我们先来找一下，还有一个是这个中年危机吗？还是这个魔法魔族的？到底哪个才是我们三种食物剩下的那一种呢？难道是第一页的吗？想想看，玉米不对，只是爆米花而已。好花时间了，好花时间了。好，中年的，哎，我们能买了没有？没有。好，把你们烧了。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 咚。但是这个蘑菇也没有表情啊。啊，有表情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再一个个试过来吗？这个不是吃的。鱼汁调味料，一下就碎了。这个也不是吧？香肠我记得也没有啊。还有致命的鱼，我们看到了这个鱼。还有什么鱼吗？没有鱼了，没有鱼了呀。怎么回事嘛？啊，不管了，咖啡拿出来，干冰放旁边，姑且烧一下这个。哦 ，ice coffee 啊，是咖啡呀，是咖啡呀，会叫的食材是咖啡呀。好，我们有钱，姑且先买下来了，咖啡、烤面包机和棉花糖。好，88块钱。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就去把下一个组合、下一个目录给买下来。然后，是不是这一段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呢？我们姑且先把这个怨念的组合拿出来吧。哎，好像是烤面包机会慢一点，我们先烧这个。好，找到了三个的组合，好棒！好，而且惨叫声好开心啊，好想多听听看。啊，新的150块，我们姑且就下次再录吧。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啊，俄罗斯方块，这个是 Meat Boy。是那个，就是超男的那个游戏啊，为什么是硬纸板做的了？而且一点都不像，好不好？就是大蜘蛛，想到了那个 Limbo 里面的那个。好，那么今天呢，就先到这里。